哎呀，好无聊。哥，你怎么随身带个逗猫棒啊？你小子干嘛呢？又想挨巴掌了吗？救命，这也太好玩了，这不比我妈花几十块买的玩具香吗？哥，你别睡了，咱俩切磋一下。真要命，你不睡觉的吗？嘿嘿，我就是不让你睡，我刚吃完你碗里的罐头。你小子找出是不是？那你打我呀。我真的服了，你完蛋了，看招。哥，你说妈妈会给罐罐吗？闭嘴吧你，昨天的都被你吃了，还有脸问，气死我了。可太好吃了，果然跟哥哥混有肉吃。脑壳疼，吃饭堵不住你嘴。妈，你听我说，我什么也没干，我就是在厨房门口闻闻饭味，老四八成是有啥大兵，你快领他走吧。哥，你这尾巴借我玩两天吧。谁偷袭我？妈，你再打我，我会心痛的。我这么可爱，你忍心吗？哥，你说呢？打，接着打。哥，你解释解释。你解释解释，自己多烦人吧。